道翻唱很多歌嘛，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翻唱挑战。第一首 Without You。我还年轻。给我一周，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孤寂，无法往前。给我一点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很快就要进行最后一首了，对，我的动作很快的。然后，公年之外，耶，好。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其实这三首经典歌曲都挑战成功。今天呢，听说还有一个小彩蛋，想要送给粉丝，就是我们有准备要清唱一首歌。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爱情推理，我只想见你，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天上无知的妆容，一片一片剥落，刺痛我的脆弱，只是我的困惑。这五首歌曲，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就是涂涂改改的痕迹。原因是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它代表着我就是一路上唱歌一直以来的挣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歌是在写说以前我比较不愿意面对的东西，比如说我比较负面的情绪啊，比较黑暗的人性面，我也把它写在一些歌里面。然后整个就是一个算是歌者。在一边了解自己、寻找自己的过程当中，然后也一边的让自己的声音跟着自己成长的故事。重新开始自己，才在此地，充满未知的生命也在那带来我的最后的夜。有很多啊，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萧敬腾老师啊。萧敬腾老师，那刘嘉老师呢？因为我是敬腾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派别。有些人喜欢佑嘉老师，有些人喜欢敬腾老师。我是喜欢敬腾老师的声音，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啊，八三幺的阿普啊，我也想要跟他合唱一首看看。之后也有机会会跟萧敬腾合唱到吗？那就要问老师、老师好忙哦，老师最近一直在忙工作，应该最近忙各种代言，对，所以应该我不确定，看我自己的造化了。
我的音乐上的目标其实只有我要就是让自己一直保持在初心，就是最初的那颗心。然后如果是音乐以外的目标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好务实。对，我想要买一个房子，然后里面有电梯，这样我爸妈可以跟我一起住，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 studio， 然后可以就是晚餐跟爸妈一起吃。我的人生清单有够少了，唱歌跟买房子。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最主要讲的都是我的很多的对自己的不安全感跟我对自己的不满。然后我发现你们让我明白说原来我以前一直很 judge 我自己的部分，原来是有人会喜欢的，就是怎么会这么好，就是你们让我看到了有另外一个可能，然后也让我就是有机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开心，这个旅程很棒，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之后的旅程，然后我就是跟你们一起经历人生的一切。非常多人想点播一首歌，不知道你猜不猜得到，就是希望你还可以唱一首，呀、yeah. ，叫做《烟幕》哦，《烟幕》好，可以吗？今天一个随机的即兴来，可以，来，那我们唱一下《烟幕》。好，是很多人还是只有小编你？小编80%，80%是网友，好不好？20%网友，80%。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说的谎言如真。